终于到这个钦州东站了。这次去大城市啊，坐动车吧，不坐飞机了。坐飞机没有这个实力，再然后呢，也比较有点紧吧，这个手头，所以说还是决定坐这个动车。刚刚呢是坐这个的士过来的，公交车呢没有等到，所以说坐这个的士过来。今天太阳还是有点大，平时呢这边呢没什么人。直接坐动车到达目的地，然后在那里玩段时间嘛，然后再确定到底还要不要去其他城市。现在呢，我就要进站，然后检票了，不然的话等一下就来不及了。走了，哇，好炎热啊，这个太阳。之前我说了再也不来这个钦州东站，但这一次啊，我还是食言了，还是来这个钦州东站这里了。但这一次来呢，就是纯粹的去散散心，然后去看一下就是大世界、大世面。走了走了，平时呢人还是挺少的。哇，我没有穿防晒，也没有涂这个防晒，晒的等下乌漆嘛黑的了。这一次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了。可能南方的阳光照着北方的。